片罪犯莫过蚊子，其次是蚊子包。人在江湖飘，肯定会被咬。蚊子用完餐后还要在你身体上留个大包，好愁人啊！怎么止痒？怎样消除蚊子包？来听学姐给你讲。为啥痒？怪免疫系统啊！蚊子一边吸血，一边向血管注射抗凝血酶，防止血液凝固。免疫系统发现了抗凝血酶后，就会产生一种叫做组胺的东西。组胺加速分泌组织液，被叮咬的部位就这么肿了起来。这还不算，组胺还会让神经做出痒的反应，然后就是你看到的这样咯。怎样减轻瘙痒？一、降温。麻痹的皮肤自然不再感觉到痒，涂口水、清凉油、花露水、牙膏能管点用，都是这个道理。可是凉劲儿过去，瘙痒很快就回来。二、痛觉替代。比如说上手挠，或者在蚊子包上画个十字，痛会转移注意力，但依旧不是长久之计，一不小心还会挠破皮肤，严重的话还会导致发炎流脓。不想留疤的话就忍着别挠。究竟有没有彻底消除瘙痒的方法？有。从根本来说，蚊子包是身体的过敏反应，理论上口服抗组胺药物就能从根源上切断蚊子包的产生，但是吃什么、吃多少、怎么吃，一定要遵医嘱。想第一时间看这么多有趣的视频和漫画，快来关注女子力科学社吧。